哇塞，粉丝基本特别喜欢吃捞着海鲜，请艾特你好友给你做吧。其实吃点啥呢？来看一下，哥，我想看你吃捞着海鲜了。我家马桶已经好几天没有舒服过了，而且我媳妇特别喜欢吃捞着海鲜，我希望做给她吃。爱就是简单的一日三餐，太感动了，哥们儿，必须安排一把。蒜末多多的，还有小米辣，松花大大的油，然后就芝麻了，灵魂辣椒面，上热油。生抽老抽一起收，花椒油来一堆，蚝油糖，加点生命的源泉。哇，这你好吃，真的是吸满汤汁的海参，哇，特别诱人了，是不是？给你一个大的，来，你最近身体比较虚。香不香？据说这个时候扇贝是特别特别的鲜的，看里面的黄，扇贝里面这个黑色不能吃到，黑色的粑粑，那黄是不能浪费的。So good， 哇，特别丰满。我简直心到眉毛了，已经。这个料汁真是蘸鞋底的好吃。如果要破千万，给大家吃个鞋底，好吧？好。这个扇贝 king， 哎呦，抠不下来了，哇。自己做的果然不一样，是吧？欢迎来到欧弟的深夜 ASMR， 放纵一下今天。记得减三零。我这比我手还大的生蚝。这蚝汁特别特别肥美。最后就是我们的龙虾盛宴了。哇塞，这这谁看谁不迷糊啊。有吃面吗？哇塞，还是你会吃哦。哇，嘎嘎香！你不是说你不吃饭，你要减肥的吗？大家喜欢看我吃什么，就在评论区留言啊，千万不要过客气。